般会想出这个点子的家伙、啊、不知道是谁，就是猪头。你到底想些什么？当然，他们现在是把这案子干掉了啊。那第就是基本上你还是要查一下，到底联合报黑白基金也写很清楚了啊，到底有没有谁提的，谁提这个案子？第二个呢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做？哦，是不是上级交办的？我如果是民长会怀疑啊，说如果你文化部这样，那你其他部有没有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那尤其现在选举啊，是不是跟浮选有关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昨天下午也看到这个案子，我以为说哦是民进党委员嘛，他说不是，是他们内部自己泄露。就你知道现在政党发现很熟悉网络文化领域呢，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助理教授就推荐了啊、哦，等等，洪孟奇就用啊、哦、等。那昨天一周刊登很大啊、哦，尤其把另外一个案子叫做4K 高画质历史连续剧，我是不知道。